阿弥陀佛，大家好，这里是真佛天空新闻台莲生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今天是第677集的播出，很高兴在这里与大家空中相会。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播放的是师尊文集写给大地关岛的浪涛，我们来欣赏这首歌，也祈请根本传承大加持。海水与蓝天是共同一色的，拍打在脚沿上就变成了废话，看那云起是一幅天然的图画，心事总是如此的飘渺，何时才能算是真的毫无牵挂，拨动日月，这种事很难去紧抓，也不用去胡思乱想了，从来不知何处是真正的家，是歌也是声音，不知始终都不知始终挂。海水与蓝天是共同一色的，拍打在脚沿上就变成了废话，看那云起是一幅天然的图画，心事总是如此的飘渺。这首歌摘自于师尊文集写给大地关岛的浪涛。海水与蓝天是共同一色的，飘打在礁岩上就变成了飞花，文字非常的优美哦。何时才能算是真的毫无牵挂，拨动日月，这种事很难去紧抓，也不用去胡思乱想了，从来不知何处是真正的家，是歌也是声音，不知始终都不知始终挂。海水与蓝天是共同一色的，爱打在脚沿上就变成了废话，看那云起是一幅天然的图画，心事总是如此的飘渺。哇，这首歌关岛的浪涛，师尊呢包括在写游记都令人那么的深深感动。我们在唱这首歌，同时邀请我们网络的同门做现场的直播分享，让更多人能够在同步接收我们的讯息哦。再来听这首歌《关岛的浪涛》。想当年跟师尊曾经到过关岛，师尊在关岛得了三大奖，包括好像他们的国会奖最佳这个公民代表都有。我们师尊真的很殊胜。海水与蓝天是共同一色的，拍打在脚沿上就变成了废话，看那云起是一幅天然的图画，心事总是如此的飘渺，何时才能算是真的毫无牵挂，拨动日月，这种
总是很难去紧抓，也不用去胡思乱想了，从来不知何处是真正的家，是歌也是声音，无知始终都无知始终光。海水与蓝天是共同一色的，海打在礁岩上就变成了废话，看那云起时一幅天然的图画，心事总是如此的飘渺。爱已能算是真的毫无牵挂，拨动日月最终是很难去紧抓，也不用去胡思乱想了，从来不知何处是真正的家，是歌也是声音，不知始终有不知始终光。海水与蓝天是共同一色的，海打在礁岩上就变成了废话，看那云起时一幅天然的图画，心事总是如此的飘渺。大家好，这是震播天空新闻台连生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今天是第677集的播出。又是美国的西雅图的早上，你们的晚上，对不对？现在是礼拜二早上6点快要10分了，你们是晚上10点。哎，我好像在讲废话。我来看看现场哪些同门上来了。Lisa Lin, Alistan, Aben Lin, Diamond, Mingguan Lin, 张登云富妈妈你好，于正红丹丹丢，还有陈丽珍。哎，哇，这个佛曲一起唱很好玩，很快乐，对不对？陈振峰、许慧玉、刚峰丽、Diamond, May Lotus,Molly Ho, Jeffrey Dan, 好啊 ，It's Dan, Shajiki 哈，红豆汤啊 ，Melodus 陈林珍、许慧玉 ，Milling On, 好 ，Kevin, 哇，你这里下一场大雨卡卡，哎，可能要先关机再重开哦，这个会跑得比较快。那因为我们这个是直播的，所以呢，需要大家这个在上线的时候清一下垃圾哦。好 ，Edin Sen 啊，清一下手机的垃圾会快一点。Low and Win, Ryan Won 哦 ，Aben Lin, Anya Diu， 谢谢你的分享。丹丹Diu，陈林珍、甘峰丽、怡宝的俊雄、Diamond、尤美赖、Anya Diu、丹地带、Hagen Yu 啊，还有 Lisa Jun 啊 ，Katie Brana、Bin Jun、Kevin Ong， 还有黄传义、陈清美、Diamond， 哎，谢谢你们，大家上来了哇。还有谁？张素珠啊 ，Ben Lee 对不对？啊 ，Alice Dan 哎 ，Mary Lai 啊，林玉珍，王国辉的功课啊 ，Lisa Lin， 好，大家上来的非常的快哎，来看看上一集同门的留言，同门讲什么？他说瑞秀俊讲到这个披甲护身啊，昨天有介绍到披甲护身，祈请金刚手菩萨啊，然后这个。披甲护身不是只有比手印，还要观想光，还要去印，不是只有印这个自己自身食衣住行都可以披甲护身来印哦。昨天还师尊讲什么，跟大家透露一下，现在不是瘟疫很厉害吗？师尊昨天透露，连这个瑶池金母的虎头金刚都可以救治瘟疫。
所以如果你们有修虎头金刚的，也可以来这个救这个肺炎的瘟疫啊、哦，可以免除自己免于灾难的。好 ，Estan 啊，师尊救了一对夫妇脱离灾难啊、哦。昨天在指引一条明路，介绍到有一对夫妻，这个听到这个外面讲师尊来了，赶快出来迎接，然后就离开他的大楼，离开住的地方，然后倒塌幸免于难的故事，很感应哦。练劝上师太强，美国时间6:30照常的读书会。昨天的读书会的时候，我才睡2小时，不过中间后来赶快补眠。那个感谢师尊加持，还有精力。那这个是今天的读书会，我应该睡有4小时。好。Molly Ho Jeffrey Dunn 哦，还有这个 Joanne Low 黄美惠哦 ，Yomi Lai 啊，谢谢你的功课。哎 ，Colly Lee 啊，哎 ，Yong Ling Yu 你好啊，谢谢你哦。梁文琪、甘风丽，今天是正月18，哇，每个月18日念真佛经啊，然后念救瘟疫度母心咒哦。救瘟疫度母心咒在 YouTube 就有，可以大家可以下载。吴秀吉，谢谢你的功课啊！一心亮亮上来了，哇！大家每次都是，哦，上来的很快，刚刚很快吃东西哦，有点饱。好，今天呢要跟大家讲什么？哦，对，关于这个瘟疫，又有人来，我闻上师，嘿，这个好像昨天同门看到一个讯息哦，就是武汉肺炎，然后有将近700个印度人居然零感染，哎，所以吃咖喱很厉害，师尊真的很厉害，其实师尊是真的是很棒，可是是不是得了肺炎去吃咖喱就好了呢？哎，这个只是预防的哦，那得了肺炎呢，还是要按照医疗的效果。泰国呢宣称用客流感还有那个艾滋病的解药。有治好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家，有治好的病例。那在中国呢，也有一家中药的医院呢，一次治好8个，可是药方也没有公布出来。那目前都是在研究解药，宣称研究解药出来了，但是什么时候把它上市去用，还有一段时间。那又有新闻讲说这个肺炎。可能将来也会转型，病毒可能不会那么轻，不过呢变成流感化，每年跟你来一次。哦，可能那时候就是感冒，比较麻烦的感冒，就像那个每年冬天流行性感冒，对不对？感冒有一般感冒，还有流行性感冒，有 A 型感冒、B 型感冒，接下来还有一个肺炎感冒的哦，可能就会这种变成这种流行的，不过那时候应该毒性比较没有像这次那么强，然后可以这个有解药，这个是专家的预测，这个还是要看情况。又有人讲什么时候大流行，4月、5月、2月、3、4月、3、4、5月都有，然后有人用这个，我还有看到报道那个口罩，对不对？口罩拿去蒸，拿去电锅哈，这个我是大概拿一下口罩的意思啊，这是口罩拿去用电锅干蒸啊，可以99%的杀菌。可是蒸完的口罩以后的防护效果怎么样，也是大打折扣了哦啊，还有各种的说法。那这个就是。他们有同门问上师，那吃咖喱是不是可以治这个武汉肺炎？那个人家印度人是不一样，因为他从小就吃咖喱，有咖喱的体质，所以不是这个大家想象的这个样子，还是要问医学的专家哈。所以呢，讲说啊，是师尊这样子讲啊，那个道听途说只讲一半而已，可能师尊是说哇，印度人有这个体质，可是
真正那个肺炎的话，还是要用肺炎的解药，不是吃咖喱就会好的，不是这个样子。你平常没有病啊，你吃咖喱它是可以有一种帮助你预防的效果，但是不是真正发病的感冒了吃咖喱，反而越吃越严重。它那个咖喱是比较燥热的，已经发炎了还吃，让它发炎了，就炎上加炎就发炎了。好。Bingo on， 还有Steady Go 啊，谢谢你的功课哦，还有王国辉的功课。已经刚看到东森新闻，巴西发现病毒，读书会再贴给大家啊。好 ，Lisa Lin， 所以呢，也呼吁大家，其实已经有很多的道场，很多很多的道场都配合中委会的呼吁哦，这个来回向念旧瘟疫度母的心咒哦。你们可以贴在我们的读书会直播，也可以直播留言，也可以这个贴给中委会，来大家集结力量来回向全球的瘟疫疫情。好哇，甘博里娜，我会否有人去抢购印度正宗的咖喱？你说呢？这个谣言一出来，还有一个谣言是说什么？你要知道自己有没有肺炎，有没有患上肺炎，只要深呼吸，然后闭气十秒，然后呢，看看自己会不会咳咳咳咳。这个不知道是谁发明的哦，有没有医学根据哦？这网络上的，我是觉得还是要用医疗的方法。有一个好像有一个报道是说，啊，用一个像那个验孕棒的哦，一根棒子，那上面有涂那个药，然后呢取你的口腔，然后呢去你的口腔，如果这个的黏液如果异常哦，变色的很快，那因为它有一个化学的药剂哦，那变色的很快，就是那个可能性哦，这个肺炎的可能性会比较快。哦，就是，这个还稍微有点依据，用闭气的，我是觉得很奇怪，It's done 啊 ，Thank you on， 还有陈乔峰、雨欣亮亮啊，佩文你好，那个哇 ，Amy Lai 哦 ，Colili 谢谢你的功课了，好 ，JN Lo 黄美惠上来了 ，Amy Lai 的功课谢谢啊，好，还有Young Lin Yu， 谢谢你的你们谢谢你的问候哇哦 ，Morgan 哇康师姐，不然大家又要吃咖喱了，嘿嘿，对，每隔一阵子就有人问我，呵呵，好，美元莲花，以前咖喱其实不平常吃就可以，一天三餐要各位吃会不会腻？真是蛮腻的啊 ，Dan Jagan 啊还有谁哦？陈清美救瘟疫度母咒21串，哇，谢谢！你可以贴在我们这里分享哦，那也可以贴给中委会哦，让他去累计，等于是全球的集气哦，跟大家讲。而且这次我觉得大家都很齐心，因为是切身的问题，大家就是我觉得中委会办这个活动还蛮接地气的，嘿嘿，关心大家的健康啊，一起来回向了。好，我们来今天介绍什么文章呢？地水火风啊，地水火风空，哇，这篇文章很有意思哦，而且呢，我可能还解说的没有办法解说完师尊他真正的境界，嘿，我只能尽量按照文字的意思来跟大家报告。那有一次师尊在叶子湖静坐，入很深的三摩地，入甚深三摩地。那有两位天上的天人，咻，他就飘下来，一个手拿金刚杖，一个手拿镜子，方镜，然后在周围看师尊禅定。这两个天人真的是，人家禅定有什么好看？不过呢，天上的神仙他要下来，那跟师尊演这个法，他背后的意义是非常深的哦。看了这一篇之后呢，我觉得说我们的境界是不是应该在更超越了？会不会因为有一些感应就觉得哇自己沾沾自喜啊？那人呢，在修行有感应会沾沾自喜，好的梦会沾沾自喜，好的成功，或者好的地位，
好的运气什么都会沾沾自喜，可是高兴是可以，可是呢，这个需要一直停留在某个境界吗？这个是这一篇我读这篇文章的想法。那是到底发生什么事呢？这两位天人看到师尊在静坐，哇，师尊静坐化为一座大山，哦，高山巍巍，雄伟壮丽，上顶着天，下顶着地，真是一座好山。你另外一位 天人看到师尊竟然有这么高妙的境界，他将伟在连声，哇，卢师尊好伟大，可以化成大山。你看世界上最大的山什么？最高的是喜马拉雅山的圣母峰，西藏高原也有四五千，对不对？四五千以上的阿里山2500，玉山是3000多，马来西亚神山哈、啊、在 KK 啊，你讲到全世界的高山哇，但是师尊静坐竟然可以化成一座大山，这个呢是非常的坚固，如如不动。那天人看了很赞叹，但是另外一个天人他讲实话，他说没什么嘛，地的变化呵呵。所以呢，有人他说，哎，他禅定的时候觉得自己凝固起来，坚固起来。嘿，请问师尊是什么？原来是地水火风的地的变化啊。那师尊呢，接下来禅定呢，化为什么？哦，化为汪洋大海，一片的海水。哦，那太阳从海水沉没，月亮从海水出来，哇，一片的汪洋。啊、哦，还记得师尊在2000年传了瑶池金母水供法，师尊教导我们，啊、哦，自己要化为香水海，对不对？师尊是可以化为一片的大海，表示师尊的。可以化山化海，表示他的身体早已经变成跟地水火风融合，跟大自然融合。一个人能够跟大自然融合，那人间呢？哎，人间他看的是什么啊？一真一空，一有一空，一凡一圣，就是他入世呢就会度众生，出世他就是跟大自然合一，哎。完全就是浑然一体的。所以呢，我们修行人，有时候不要关在自己的房间，有时候看看大自然，不要这个，因为你在自己的范围，你会看得比较短，眼光会比较短。这个人对我好，这个人对我不好，这个事情怎么样，那个事情会怎么样，这个要成功，那个要失败，哇，一大堆东西压力，搞到自己头昏脑胀。但是你走出户外看看大自然，你融入在大自然，你会觉得无比的宽敞。等到你全部放空放松了，诶，有个灵感进来，让你知道你应该要做的什么事情。哦，这个就是那个修行人也要有融入自然的，那也要入世的，两个都很均衡。像师尊这么忙的，非常忙碌的，啊，照理讲，一般很忙碌的人是没办法融入自然的，可是师尊确实他能够做到，这个是非常的不容易的。好，所以呢，哇，师尊化为水，旁边那个天人说，哇，伟哉连声，另外一个说也没有什么，是水的变化。哇，接着师尊化为什么飓风啊，化为三昧火，哇，更不容易。这个我记得八仙的那个吕洞宾，吕纯阳祖师就是纯阳之火，对不对？你说这个哪吒三太子他三昧真火也是纯阳之火，师尊呢是纯阳无漏金刚身，无漏的大金刚身，所以也是纯阳的，这火非凡火，这正是真火。哇，烧到天宫啊，烧到梵宫啊，出现火界，火烧火，火烧天，火烧火。这个师尊的内火不是只有自身燃烧，而是能够通天，通天 的三昧火。三昧火是热的吗？也不见得热，是
个人的火光三昧，这个也是，所以我在讲这个哈、哦，每一样都是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的，哎，我只能用描述的，我们用赞叹的心来赞叹师尊的境界，哇，他的火居然是通天的火。旁边有个天人说：“哇，危灾连生。”另外一个天人说：“那也没什么，身体上的三昧火而已，火的变化而已。”哇，师尊呢又变禅定呢，又变什么罡风？师尊讲说，瑶池金母的净土哦，要上他的净土之前有罡风。什么叫罡风？这个神仙境界不够，上不了罡风。上去的时候呢，被那个风像那个刀剑一样，会给你砍得遍体鳞伤，那嘣就掉下来。师尊的罡风哇，比台风还要大，世界上最大的风应该是台风，对不对？哦，台湾每年夏天，而且呢，两个台风、三个台风，哇，呵呵在绕美国。这个最近这几年也有飓风，还有龙卷风，已经算是小的，哇，大的飓风，哦，这个可以笼罩，嘿，笼罩这个几十公里还是几百公里的，哦，那但是师尊的罡风又是很大的，风行千里、百里已经很厉害了，千里。哎，台湾台北到高雄，你说几公里？如果呢，你行车程大概，我看看，如果是四个小时240公里，六个小时至少有360公里哦。哦，如果台北到高雄，如果六个小时，至少应该有360到400哦，这是我猜的。那一个台湾几百公里，对不对？三四百，但是呢，如果算是400公里的话，1000公里是几个台湾大？1000公里400，两个，我看，两个半台湾，一个台湾，两个台湾再大的，可能上到日本、韩国了，哇！还是包含整个大陆的一个很大的飓风，哇，他说这个风声响处行千里，哇，那很大哦，一饭的功夫至太虚，这风一卷起如同千兵万刃，漫天漫地而来，天旋地旋，连神仙也难立足，等于是一个像大陆那么大的台风，这是我们要读师尊的书哦，也要想象他的画面，师尊的 power 到底有多强？哎，那你说那师尊的 power 多强？那这次的肺炎又怎么样？对不对？师尊讲这个功业都有缘起，那你只能了解这个缘起，从缘起来去解决的。缘起是什么？你就想到这个业，这个因果是怎么样？嘿，对不对？这从因果来看，所以呢，这个佛还是有三不能，神通再大，但是呢，遇到共业了，还是要慢慢的用佛法来引导众生来解这个业，而且呢，既然是共业，就要用共同的心力来回向这个共业，你说对吗？好了，师尊化为大的风，旁边的神仙说：“哇，好棒！”一个天人说：“哇，好棒啊，危灾连生。”另外一个说：“哈，这也没了不起，身体的地水火风，风的元素在变化而已。”哇，地水火风全部都用上了，另外一个天人都觉得那个没有什么。哇，这个时候师尊呢，把顶窍啪打开，射出了光芒，净光，光中有一个童子，莲花童子，全身都光明，这个童子晶莹剔透。哦，非常的芬芳，这个很厉害的吧，对不对？你说地水火风没什么了不起，那么呢，自己本身的佛性出来怎么样？嘿嘿，一个天人讲，哇，危灾连生，另外一个天人讲，这个也没什么，这个是一个丹氏修元神之法。什么叫丹氏？吃吞丹的哦，是修内丹的啊，修内火的哦，修这个那个内火明点哦，炼气式的，他最后通元神，
把自己的元神把它提起来而已。哇，这个时候呢，人家也是觉得没什么了不起。这个时候呢，师尊又进一步修什么？龙树菩萨有八部中道，没有来，没有去，不是一个，也不是很多个，不生不灭，不断不长不一，不一不异，就是龙树菩萨的八部中道啊。这又是中观，又是空性，不偏于空，也不偏于有的境界。对不起，我只能用文字来描述。好，已经到这种境界了，这是八部。八部境界，八部的空性中观的境界，哇，身也空了，心也空了，法万事万物的现象的执着也空了，最后连这个最后的性空，哇，这个很难解释，到宇宙的本源也不管了，全部都化为空性，意识如梦如幻，如影如露，这个境界呢，用我的言语都没有办法去解释，我可能还会解释的不够完善，尽情包含。反正到了八部的境界，哇，到底到了这个境界怎么样？我们看看，哇，已经很多同门留言了，我看看大家的留言。李佩化啊，瑞杰俊，原来共业就是要我们共同的回向才能够化解啊，谢谢你哦。狮子中，你好 ，John King John， 哇，齐雄上师吉祥，大家好，好梦好眠，对不对？李 B N G， 真佛经七本，真心咒1080，谢谢你的功课等等。Alice Dan， 师尊能静坐入行深三昧，能化作一座大山，化成汪洋大海，四周波涛，日月从指末，三千大千世界均是大水。是啊，还有这个Lisa Jen 啊，李彩琴啊，古建龙 ，Damigu 哈，你这些日子干锅里有喝姜水煮面条，好，谢谢啊。还有瑞哲俊，师尊可以手指天空化山水，天空就山就出现山水，师尊已经跟宇宙合一，宇宙就是师尊啊。Soaking Dan 啊，丹妹妹莲花会分的功课，谢谢 Lisa Jen 啊，平常保持睡眠充足，常常保持清洁跟洗手，每天都喜欢吃些辣的，两餐有辣拌这个粉面啊。丹妹妹，哇，愿您师姐你好，丹丹丢啊，好 Lisa Lin 啊 ，Lisa Lin 啊，这个农历十八，傍晚雨后见一道彩虹啊，呆妹谢谢功课，林子莹。美国时间早安，干茉莉平时要做好保健身体，有病就要看医生啊，吃药，再配合修法。丽莎娟啊，你新的口罩撒上这个90度的活酒哦，活酒是什么？酒精是不是？目前没有用得着。单娟 gain 啊，乙辛啊，咖喱其实平常就可以吃了，只是一天三餐啊，各位吃咖喱会不会腻了？好，美元莲花 Vogan， 维康师姐，谢谢你，好，谢谢大家的留言了。哇，这个还有谁？S 蛋八部境界化为深空，八部中道，这是龙树菩萨讲的。好，深空、心空、法空、性空，虽然我们还没有办法很透彻这个境界，不过呢，先把在我们这一世把这个记忆力。想到在这方面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殊胜了Ken Lee 啊，谢谢你。好，那反正是在这个师尊已经进入到这个龙树菩萨的中观空性八部中道的境界，这个已经是天下行者达到了无上的修行境界包含了一切的空，一切的法性那一个天人说伟哉连生，哇，师尊很厉害。那个天人有没有觉得很厉害啊？他说没有什么，这是戒指纳须弥，须弥纳戒指的空法，呵呵，已经很厉害了。其实师尊地水火风空任何一个都比我们厉害，可是那个天人为什么对于师尊的境界还是那么高？难道这个天人是佛来的吗？师尊没有讲说这个天人的境界，不过呢，哇，他对师尊的
那个要求讲的是蛮高的嘞。那接下来师尊还做什么禅定呢？哇，哦，所以这个天人，另外那个天人只是想说师尊证明了空性，最后师尊怎么样？又从这个八部中道的空性，再进去甚深的三昧，这个三昧呢？把之前的禅法全部舍掉，一切的法都舍掉，将空性五智，对不对？如来的五智也舍掉，地水火风四轮法也舍掉，现出了圣意菩提心。这个圣意菩提心正是无所得心，见证了空性的本体，也就是佛性的如来藏。永恒存在的法身，自身清净无垢，获得了无上的正等正觉，这便是具体的觉悟，清净如如。对不起，我只能用文字来跟大家报告，因为越讲越深，怕自己也讲错。那就是把之前的地水火风感应空、身空、心空、法空、性空，什么四智还是五智啊，还是各种的。层次全部都打碎了，完全，但是也不是完空啊，是如来的，哎，真正的真悟如来的空性，啊，希望这样讲没有错吧？那在这方面，师尊说他已经显现了正精进，显现了本初的觉，正法啊，正法了悟了佛性，出世入世的博瑞都一清二楚，光灿灿，圆坨坨。天人说为灾连生，另外那个每次都批评师尊的也讲，哇，那这个真的是为灾连生，这个是太伟大了，哇！所以呢，师尊说我这位正等的不只是应身佛，或者是报身佛，而且是法身佛。哦，所以刚刚讲的那这些境界，哪一个是报身佛的境界，哪一个是法身佛的境界？你们自己不难的去判断了。师尊呢，证得法身佛，见到无量的诸佛，见到无量的诸菩萨，见到无量的净土，哦，那卢师尊到底究竟是何人也？到底是什么人？哦，亦也是人，但是也是证悟的佛，啊，哦，这篇呢境界非常高，我讲得不好，敬请包涵，我只能把大概的意思跟大家讲。也就是呢，我看了这篇故事，我这篇师尊禅定的境界，他教导我们什么？你无论禅定，你感应到什么清凉的火，或者哇头重重的，哦有华流灌顶，那个都没有什么，最重要的是能不能证入到如来的甚深的禅定。那个才是重要的，其他都是过程，所以也不用执着现在修行的禅定到什么境界。哎，我们都不如师尊，我赞叹我们的根本上师，所以我们一起来唱《南无华光自在佛》，赞叹我们的师尊，请佛住世，请师尊常住世间，我们来唱诵。哎南无。华光自在佛，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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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光自在佛。华光自在佛，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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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光。在佛，南无华光自在佛，南无华光自在佛，南无华光。
以最虔诚的心回向我们尊贵的根本传上师，愿我们师尊常住世间，常转法轮，无住涅槃。谢谢师尊写这么高的境界哇！所以呢，我们的师尊真的是这个宇宙的巨人，我们世间的救世主。尤其像这个武汉肺炎那么厉害，其实师尊早就有解方了，但是还要靠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的回向。哦，我看到那个，哎，这个是陈玉珍还是黄玉珍？哎，玉珍师姐，哦，黄玉珍，地藏经啊，谢谢你的回向。哎，好，哎，最近也有人喜欢赞助我们真佛天空新闻台啊，谢谢，我会把你们的钱来活用，用在慈善或者我们新闻台在后制的一些。一些费用方面啊，谢谢你们的发心。好，接下来跟大家介绍《解脱道口诀》这本书，里面呢讲到本尊法，很多同门哦写信来问师尊，我的本尊是哪一尊？我的护法是哪一尊？嘿，如果你们想知道自己的本尊哦。可以写信，不过你要附你的照片，有人寄来的照片是扁的，呵呵，因为网络不知道怎么抓，然后那个脸都变形了、哦、问本尊是要看照片、哦、你是什么样的脸型，相由心生、哦、那找跟你最接近的本尊，所以这个照片要正常比例。那你说自己选了也可以，自己跟瑶池金母有缘，也可以请瑶池金母本当本尊，八大本尊都可以、哦、或者投缘的，不是投圆圆的，是跟你有缘的佛菩萨护法都可以当你的本尊护法、哦、所以呢，在这篇里面，本尊法口诀、哦、然后呢，弟子就问这个问题，师人都讲，你可以选你跟你有缘的啊。哦，你跟这个绿度母有缘，或者最近在大家在念救瘟疫度母，对不对？跟救瘟疫度母有缘也可以啊。你念了相应以后，你不怕生病，呵呵，因为他都会解救你，对不对？哇，你跟护法麻利之天有缘，哇，以后你的那个灾难，嘿，他都帮你化解哦。那你说你选了本尊跟护法？还是要以四加行善知相应法为主啊，配合本尊护法念咒就可以了哦。那还是要基础的法，地基要稳。那这篇文章甚至教我们说，那你在修本尊法应该要注意的是什么？嘿，有弟子问师尊，我很喜欢很多本尊，嘿，那孙讲说，那找出你最喜欢的啊。那弟子问师尊，我可以修很多本尊吗？师尊讲，如果有时间的话，你都可以。不过呢，师尊是很慈悲众生的，知道大家是见一个爱一个，就像女生去逛百货公司，已经有名牌包包了，还要这个黄色的，还要咖啡色的，还要黄色的，已经有衣服一大堆了，还要这个衣服呢，已经有很多鞋子了，还要这个，对不对？那众生呢，对于法也是已经有了自己的，也是会哇，这个哦，也会有那种欲望哦，喜欢修法的以后也会有这种欲望哦。但是我告诉你哦，你其他的诸尊你结缘七遍十四遍，你最主要的那一尊给他念很多很多，所谓一法通法法皆通，你如果你每个都念了，反而很难相应。你如果一法深入的话，反而很快相应哦。这个是密教的口诀哦。那师尊说，我实在告诉大家，一就是多，多就是一，一法相应，诸尊相应。你看嘛，我讲的没错哦。你修一个阿弥陀佛相应呢，你西方三圣全部都相应了，对不对？你要求什么勾财天女啊，也很快，咕噜咕噜也很快，因为他们都是阿弥陀佛变的，所以一法相应，法法相应，哦，这个是重要的口诀了，这个一字了得，所以以后不要太贪法，
有的人呢，念经啊，这个《正佛经》《高王经》《金刚经》《麻利支天经》药师经》《母经》一大堆经啊，念到哦，我一天到晚修功课，怎么还没有感应好？你不如一法深入。那你说，哎，上师，我很忙很忙，怎么办？师尊讲，至少一经一咒，哎，一经一咒。有人说，上师，我要求生意兴隆，对不对？大家都这个，有时候景气不好。我告诉你，虽然景气不好，还是有人发财，你放心好了、哦。那他为什么可以，超越这个景气的，能够让他的生意事业能够顺利，对不对？第一个，他一定有布施；第二个呢，他修法，他有消除业障，业障比较轻。那一修财神或者安土地真言就很快，一般的人呢求财，对不对？哎，那个供奉土地公，念安土地真言是最快的求财的。好，再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回信中心有一道符叫生意符。生意符做什么用？你若开店面，哎，你家里有开店面有开店铺的，这个生意符啊，在下午拜祭土地公之后，你给他念咒1080遍啊的按土地真哎上师心咒，1080遍十串珠的上师心咒，念按土地真言，再念几部真佛经回向给土地公，这道符哎生意符跟一些金纸，哎，比如说七佛经啊、如意经，哦，如果没有的话，就是金纸。跟这道符在店门口烧化，就可以招揽生意、招财猫。当然了，你也要发愿做布施，多多做布施呢。这个布施可以消除业障，布施也可以，这个有舍出来的感觉还是非常的好。那个，你去布施了，你这个过去的业障啊，它会部分的慢慢化解，也在教你舍，也会得到财神的欢喜。我们说的财神都是他的口诀叫施福护财因，就是呢你有布施的心，哎，常常说啊，常常心里面想，不用嘴巴讲起来，常常心里面想，如果我自己有钱，那我自己想要做什么布施，或多或少把它捐出去，赞助慈善啊。有时候有阵子那个，我知道，我们生活天空新闻台有些同门也常常赞助我们。有时候在想说这笔钱要做什么用。我曾经想要帮助孤儿院，想要帮助医院，不过这个，好像毕竟好像还没有联络上。可是我后来发现，政佛中有很多单位也需要布施。我们的政佛报，所以这个礼拜天，我听到有人在喊政佛报，欢迎布施赞助，我们就拿一部分的赞助政佛报，对不对？还有共生基金，我们在开那个上师会议的时候听到说有共生基金，那个帮助出家人，我们也就是用这个钱来部分来赞助，对不对？这个是帮大家做功德，这个不是我的功德，是你们全部的功德。哦，那你说，印经书、印师尊文集或者印燃灯杂志，反正你做宗内的这些推广文宣的，我觉得都很好。上官佛讲，最大的善是善书，你把师尊的文集，去买来送人，这个也是很好的布施，大家都可以哦。小的布施大家都可以做嘛，对不对？有布施的心，很容易得到财神的眷顾哦。好，所以呢，如何招请本尊降临？哇，哦，且招请印，这个勾招印，对不对？勾勾，这个佛菩萨在天上，你勾伸出去，勾他的语音下来，不要观想把它勾翻了。这个师尊在护摩的时候，他讲，他以前啊，念了大鹏金翅鸟，大鹏金翅鸟。哦，要做施食嘛，大盆鸡翅鸟很大过来，等一下又有一个心想说，一把箭把它射了。后来想说这个也是一个业障嘛，所以他就想说这个箭呢射出去刚好被大盆鸡翅鸟抓住，一只脚抓一个。那这个就是有的人一观想他就会有业障，有时候有的人一观想观世音菩萨就想到他的胸部，就有那个欲望，对不对？
那也就想，哎，他的头部嘛，或者想他的背部哦，就慢慢移动移动了。所以呢，哎，在修行的当中，有一些自己的业障的时候呢，也可以一念转念哦，不用去克制。那所以呢，招请本尊圣讲，用印招请，用旧招请，什么嗡啊吽梭哈，对不对？我们五方佛真言就是在念招请咒，嗡啊吽。哄的时候观想心轮放白光冲顶，招请佛菩萨放光哦，招请他们下来哦。那另外一个就是嗡贝扎萨玛亚扎，这个我们比较少念，我们念嗡啊吽梭哈。嘿，招请不来，用心力招请，用手印招请，用咒招请。师尊讲，还有用眼睫毛招请，观想眼睫毛伸出来勾勾佛菩萨，以前他都有讲过。可是呢，我觉得最快的召集是什么？念祈请莲生活佛加持文，敬以清净身口意供养毗卢遮那尊，法身佛眼佛母身，报身莲花童子身，应身教主莲生佛，三生无别大佛恩，恭敬真佛大传承，具足神通弥六合，放光遍照于三际，亦如无间能现众。佛子时时常哀请光明助照福慧增，昔日释迦来受记，阿弥陀佛应佛陀，弥勒菩萨戴红冠，莲华大师受密法，祈请不舍弘誓愿，救度我等诸众生，如是护念而摄受，祈请加持速成就。南无毗卢遮那佛，南无佛眼佛母，南无莲花童子，南无莲生活佛，那么正佛海会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摩诃萨，七八年成海会麻双莲池十八大莲花童子白衣圣尊宏观圣明金刚上师主金刚真言界秘密主大持名第一世灵仙正佛宗卢世燕卢生燕莲生活佛世尊尊者，一直把它念完。我这是我平常念的招请咒，跟大家报告，因为自从我读了解脱道口诀的第一篇，师尊讲到祈请文的这个，讲到祈请文的重要，对不对？所以呢，你要招请就瘟疫度母，招请财神，招请大力金刚，麻烦你祈请文给他念三遍，三遍五遍七遍哦，不要那个咒啪就念，就乱念哦，念得太快。祈请文一念，催动十方三世佛菩萨，催动最原始的莲花童子，初尊的莲花童子下界啊，初尊的佛光帮助你招请本尊，这个是我的心得，也是师尊书上提的，非常的重要。我觉得这个祈请文的招请是真的是宇宙遍十方，这个是我们师尊伟大的功德，你说对吗？哇，看到我们哇，又一大堆留言了。Edison 每次观想好，生意兴隆，钱财多多，就会有财神来相助。哇，真的很棒哦。好，哇，今天是十八，可以念哦。啊，瑞月俊，招请本尊可以用金刚钩钩本尊莲花到自己的头顶啊。瑞月俊 ，Edison Jane。观想任何佛菩萨都观想他们的慈悲庄严的形象。好，林秀英齐晴文，哎，罗丽华李明星啊 ，Einstein 一经一咒一心专一，相应速集最妙。只要有了相应，法法都能够相应，一切功德都皆悉成就啊。金沙旺你好，富生师兄，秀英助教啊，还有这个齐晴师尊加持了，张平娟。啊，观想进驻世界里，饥饿瘟疫消除，一切吉祥圆满啊！附身师兄的功课哇，大家都很，都很发心。Lisa Jan 哦，用自己常常念的咒语及结缘咒，用心融入意念中，发出回响。日这句念真佛经是真义的大福宝经。罗丽华啊，师尊开示一法相应，法法相应。以及有时候很累，连经咒要念很精进就不能睡着，哎，念到很精进哦。其实你可以观想你躺在莲花上，打开救瘟疫度母的咒跟着念，然后哇，念几遍睡着，我觉得也不错，也跟着念了。哦，你回到家，你这个可以打开音响哦，那个师尊念大力金刚咒帮你结界啊。那所以呢，不用滑手机，我告诉你，滑手机都可以
把音乐打开念，跟着念奏，跟着念奏，哈，习惯听那个念奏，先从音开始哦。Joanne，丢你好，玲玲啊，丹丹丢优美奈，我自己选择本尊就是根本上师，很棒哦。Lisa Joanne，一尊有缘尊尊护，菩萨爱心不分别。好，Mego 你好，郑明达，以心，我这样子讲不知道对不对？跟着念，把中国历史再重新读一次。清朝被袁世凯国民革命军控制，所以清朝最后的皇帝就是没了。好，任秀俊，我自己选师尊做的本尊啊、哦，很棒。郑雅珍，Estan 啊、哦，是请佛住世的，其他是请佛住世的。好哦，还有谁呢？好，已经再修本尊，就会把照片放在前面，才知道本尊可以观想。本尊本来就是可以观想的，好，那这个就是同门的留言了，最后一段哦，所以。那有弟子问师尊，我杂念不断，如何入三摩地？师尊讲无念，杂念不断就是凡夫境界。其实为什么会杂念不断？因为气脉没有打开，气脉没有通，都是凡夫的气脉。好，当然不能入三摩地呀、啊。那凡夫有分别，有爱恨取舍得失成败。好，那所以呢？要把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竖起，如此才能自信现前。其实你只要这个眼耳鼻舌身意，你用了一个器官，你其他就一念多念变一念。比如说，你很会注意看佛像，你就注意看佛像的眼睛。念咒，注意看佛像的鼻子，注意看他的嘴巴，然后呢念念念也会念进去哦。万念归于一念，你用耳朵听你自己念咒，你不用看的，用听的可不可以？也可以，专心一直听一直听，也会融入进去。你用想的那更好，对不对？你专心想，你那个每个字或者字都变光，或者字都变那个咒语，或者字都变成莲花，用观想的，或者每个字都变成本尊在放光。哇，这也是专一的，所以专一的方法有很多哦。那弟子问：是一心不乱吗？师尊说是啊。弟子问：如何做到一心不乱？师尊讲啊，树六贼为一精明，六贼就是眼耳鼻舌身意。你只要有一个，专心一个，你就整个就收回来了哦。如何修炼？师尊讲止观双运啊。你如果散乱了，你就用观的；那你观了专一了，你就融入了，就不用再去执着这个观啊、哦。所以呢，就会进入到空。那进到空的时候，又散乱了，又进到这个观。所以呢，观跟空两个止观三因，有跟空两个止观三因。也可以观，那观久了你就融入了，进到空了，不用观了。可是呢，又杂念起来，又观回去，就是止观专运。大致的意思跟大家这样报告，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精进。哦，还有谁的留言啊？Einstein，根本上师本尊是珍重，不刮气。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留言，哇，7点了，我们时间到了，哇，节目最后我们跟着伟大的师尊一起来唱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南无阿弥陀佛。
瑞秋菌写什么？瑞秋菌，我看看。哦，凡夫气脉没有打开，就会有很多杂念，不能入三摩地。把念头专心观想经文的字数六贼为一念，好、哦，只观双运，达到无念。好，那个就是大家念的留言了。今天介绍两篇文章，地水火风空，师尊禅定可以融入到地水火风空，可是最深的禅定竟然是。啊，进入到如来法身佛的境界，所以呢，我们修法都这个跟师尊的境界差很远啊。那也这个任何的感应都不用去执着，知道自己在什么境界，还是要进一步的超越了。哇，本尊法的口诀，师尊讲到，本尊可以自己学，本尊如何招请，如何专一。哎，还是要修到这个一法深入，一法通，法法通，不要贪法。好，今天这两篇稍微深一点，不过这个可以帮助师尊文章啊、哦，可以帮助我们精进的同门更进一步的修到进入到口诀哦。我们给师尊啾咪，爱斯特鲁，亚比布林布林。哎，明天晚上10点，莲生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我们空中再会，拜拜！欢迎给我们按赞、转贴、分享哦。